来到分林卖料的主播宫，来举办着百年的出巡，邀请各地宫庙做伙来参加。庙方表示，希望借着八天的廖境出巡，拜请神明保庇全台湾的信众平安顺利。昆林白寮主保宫今年是廖新明的指示，办全台湾的南北总巡。这摆的游客已经超过一百年无办啊，特别邀请各地宫庙来参加起码宴现场正闹热。迄个百多年前，吼，咱公道来珠宝宫就捌来举办过南巡八首。伫迄十年前，就捌办过百年的南巡。伫迄五年前，就捌办过百年的北巡。百年前的总巡是刚拄啊好有那一百年，所以讲即届吼意义非常重大。即摆传承百年南巡北首奇案绕境，唔那是全台湾宗教的大代志，嘛希望讲借着即摆出巡，好神明保庇全台湾的信众平安顺利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